所以叶一红要继续的靠自己啊。哎呦，这个欧波，哎呦，反而造成夹杀了。啊 ，safe， 哎呦，漏掉了。再回去、哎、又回不去了，哎呦，这个、真是场上一锅粥，但是这一锅粥呢，最后失望的是嘉义高中在二三垒之间垒间出局，那也就结束了家中在第一局的攻势，攻下了一分，1-0，家中领先。